繼續嚟請傅明生而太極班嘅師傅預備下一個節目。
但是學了呢個太極拳之後咧，只要持之以恆，身體咧就會轉弱為強噶。現在世界各國有好多嘅學術研究，包括本社名譽顧問、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嘅許世全教授咧，都有研究證明，太極拳確係有活血健身、調氣益肺、強心健腦、延緩衰老、保持青春嘅功效嘅。希望大家都能夠咧推而廣之，人人都可以。劉主席、劉先生，接下來咧就係由正太極拳聯誼社舉行嘅第六屆就職宣誓儀式，而家有請，因為咧就能夠出席今晚嘅盛宴咧，亦都多謝你嘅幫手，作為委員之一。咁我喺呢度咧，恭請北區區議會主席蘇世智 BBS MH 主持監誓，有請曾永康社長陪同蘇世智主席。請各位先喺度坐先。多謝曬，我哋會努力咁為個會工作。跟住咧，我哋係頒發2012年度顧問證書，恭請由正太極拳演藝社永遠榮譽會社長謝少榮先生咧頒發證書咧俾依事顧問。請謝先生先，請梁偉明醫生。好，多謝蕭師傅。繼續請謝少榮先生頒發聘書咧，俾會務監督何錦耀先生，有請何生。
聘書咧俾會務顧問葉群英女士，有請葉師傅。咁多位都係武林高手，太高手。梗係啦，呢度。專嘅呢個體育股對面咧，就係康哥咧，曾利康師傅咧就係負責教授嘅。問咗場先。好啦，請黃生來報繼續頒發咧，就係另外一個太極拳深造班咧，喺沙田第一城嘅收益人名表咧，包括咗佘太基啦、翁麗珠、梁美霞嘅正女代表出嚟啦。導師咧就係盧明遠師傅嘅。收阅人名表包括咗伍小仪、吴玉婷、陈建业、曾德福同埋李香香嘅，请代表出嚟。教授咗一班是大埔九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小學家長教師會的，是屬於太極拳初班喎，請佢哋代表出嚟。
先話繼續努力喎。原來大師傅都要繼續努力。大家都要努力。徐佩天師傅。唔得噶，喺師傅面前唔可以話唔努力噶。知啦知啦。努力。仲有屈正年師傅，高人都要繼續學，個個禮拜都要見師傅一次。你哋個個都好啦，我只能夠喺香港電台咧傳授呢個太極拳，我都唔敢走出嚟教。所以咧，你哋經驗比較豐富啦，亦都喺你身上啦學咗好多嘢。好，多謝曬，多謝曬謝師傅。地位是黃德忠先生，多謝黃生，亦都做咗我哋嘅頒獎嘉賓。跟住係蘇西智議員，多謝曬蘇生，你都好支持我哋郵政太極拳嘅社嘅。好，仲有我哋嘅老朋友關淑芝教授。在去年9月11號我真的目睹這個關淑芝教授又在我們之中，即是跟我們一班的年輕人一起玩拳，看什麼時候再欣賞許世全教授給你。是啊，好了，趙錦輝先生，還有最後一位謝少明先生，而且要多謝陳英明，他贊助了今次我們1000隻的20周年香港聯的 DVD。好了，
小儀。我特別在這裡多謝同門信任我們，讓我們有機會來到服務你們服務。我們一定會努力，不會令你們失望。但借機會多謝各位師傅親身或者帶同徒弟出席表演這個精彩節目，但因為人數太多，我們不在這裡一一點名致謝。嘉賓之中送來很多名貴的禮物和禮金，並且賜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教導和意見。因為送禮的人實在太多，請允許我在這裡一一言謝，並且多多包涵及見諒。你們寶貴的意見和教導，我們會認真聆聽和銘記於心。我更藉此機會多謝太和美心酒樓悉心替我們安排各樣雜務，使我們能夠得以順利進行各項活動。最後，我在這裡代表郵政太平社餘貴社各人再次恭祝各人新年快樂。而家咧係禮成啊，請各嘉賓留步拍照嘅。好，我哋先影一張咧，就係我哋所有。